跟住表演咧就係香島舞蹈會嘅，咁佢哋今年咧再一次咧參加花車巡遊咧，咁啊聯同唔同國籍嘅學生一齊大展身手，大表咧由創作總監所編排嘅夏日潮流作為主題嘅舞蹈噶。哇 ，Derry， 你睇下呢班小朋友好得意啊！佢哋穿住咧一啲潮流嘅服飾咧，同埋咧有一啲好細緻嘅道具嘅襯托之下咧，哇！我覺得咧。佢可以令到大家咧，現場好多朋友咧都好想民歌起舞，一齊嚟慶賀呢個虎年啊！其實咧，香島舞蹈會咧扎根喺香港咧超過16年嘅，咁啊，尤其是精於教授 jazz 啦、tap dance 啊、芭蕾舞等等嘅，咁啊，致力推廣舞蹈藝術噶啦，亦都積極參與本地啊、海外表演啊，同埋啲嘅慈善活動嘅。好武功，我覺得好羨慕啊！而且今晚我哋喺呢個花車巡遊度見到咧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嘅舞蹈咧，唔同啊國家嘅舞蹈咧，可以喺嗰一個舞台度同大家一齊分享嘅。所以你話新年係咪應該啊？喺我哋香港過，你話幾精彩呢？絕對係啊！花車巡遊咧，絕對係不可以錯過嘅一件嘅盛事嘅。好可愛嘅小朋友啊！哇！好啦，跟住。